虎扑十月三日讯，在尤文图斯主场3-0击败博尔尼年轻人的欧冠比赛中，阿根廷前锋迪巴拉大眼帽子戏法，也成为了第四名在欧冠赛场上戴帽的尤文球员。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比赛中，这名阿根廷前锋状态大勇，最终完成了个人在欧冠的第一个帽子戏法，也是继2013年11月的智利中场比达尔3-1击败哥本哈根之后，首位在欧冠连入三球的尤文球员。此前只有三名球员在欧冠赛场尚未尤文一场比赛打进三球，另两名球员分别是大因扎吉和皮耶罗，其中因扎吉在4-1击腐迪纳摩和4-4汉堡都上演过帽子戏法，而皮耶罗则在4-1摩内哥时完成这一壮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赛季至今欧冠赛场只有两名球员上演帽子戏有办法，另一名也是阿根廷人，欧冠首轮巴塞罗那对阵埃因霍恩，梅西连入三球。